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38期的节目。今天的话呢，轮到了 SS 系列的一个非常重头戏，66号的 Overload， 它是工程合理金刚的一个主要躯干之一。那过去的话呢，前两集的玩具呢，并没有推出这个玩具的 Deluxe 等级或以上的尺寸，所以这一次的话呢，我对它的期待度呢也是比较高的，是属于一个新的模具。那么呢，这个后面呢这一块部件啊，说明书上好像没有提到要放在这里。那我是话是看到这个地方呢，刚好有个 C 型扣啊，就刚好可以扣上，我就暂时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你要往上顶一顶也行，往下放一些啊都可以，甚至你要把它拔下来转向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它的一个背包呢，感觉是东西比较多，但是呢，既然已经有背包，我就干脆把它弄得更大一点。而且这个家伙呢，体型的话呢，非常的强壮，身体的上半身呢是横向发展非常的多，四条胳膊啊很怪。然后你可以发现呢，我的两侧呢，我是放了不一样的一个转法啊。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关节啊，你可以把它转到前面啊，或者是把它转到朝后面。而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可以，你可以把它反方向再转过来。然后你一旦反方向转过来之后呢，整个机器人的一个气质呢，那个感觉的话呢，就会又有所不同啊。所以它也是在外观呢，如果你喜欢对机器人啊照相的话呢，这一款可以提供你蛮多的一个灵感的素材啊。那相较于上半身多样的一个可动啊，啊下半身就比较可怜一点点，主要还是体重过重的关系啊。它下半身的话呢，我习惯的方法是一个屈跟 lake， 然后脚后跟这一带呢可以调节站立的稳定度，脚踝有一个接地。那我是习惯让它两腿呢稍微往两侧呢是稍微站开一点点，然后把这个地方呢再往内折进来，这样子的话呢来增加它身体的一个稳定度。那其实站立的时候呢，它的一个你要它站稳其实一点都不难，不过我手上这一款这一侧呢感觉比较偏松一点点，有时候会往侧边就滑出去啊，如果桌面太滑的话可能会容易去滑倒或怎么样。然后这一块膝盖这块部件的话呢， 我的习惯是尽量把它往前面伸出来啊，让它的一个侵略性看起来更强一点点。那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其实就只能算普通啊啊，头部的是一个球形关节，往上看往下看啊，往下看可以给我看一下，内部是一个球关，这有两个凸根啊要扣进去啊，但是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好像只能放着啊啊，并不能够完全扣到一个非常扎实啊，这一块不小心被我蹭掉啊，这个就刚刚是这样子扣上去的啊，如果你想要把它反过来扣呢也不是不行啊，就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会变成这样子。那如果你要从这个地方照相的话就可能转这边好看，但从上面看就变得比较难看，反正它就是只能够兼顾到一侧。那么呢，手臂的一个可动的话呢是这一处啊，有一个二头肌转动，还有这个手肘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变形的时候呢它收纳是会有所需要用到，这个钩子这个地方有个可动。那后面这条胳膊的可动呢是上面是一个可以动的一个打了一个铆钉，以及这个地方可以一个旋转的一个关节，然后这一带的话呢也是一个双动关节啊可以做。然后这个夹子钳子啊是不能够可动的，它就是一块部件而已，比较可惜一点点。这个地方有一些小镂空，小镂空不多啊，小臂的这个后侧也有一些而已。整体的玩具还是比较扎实一点点，造型的话也是很怪啊。那可以看到这两侧啊，像是这个楼阶梯一样的感觉啊，工程金刚的感觉还是比较强烈的。如果愿意给它加个墨线啊，旧化一下，应该是会更加的有看头的。那轮子的话呢，就这一带啊，稍微小可惜，小吹毛求疵啊，这个轮胎啊，翻到这一侧会变成是一个内侧，所以它的这一边的话就会有一个空洞，然后轮胎内部会变成有点空洞。细节的表现呢也是比较好一点点。那么呢，整个玩具的一个，人形的话，我给它的分数还是比较高，车型的话就比较普通啊，我觉得它牺牲比较大了啊。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款超载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会习惯从腿部开始啊，腿的话呢，这个部件往下翻，然后往内折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后面这个脚后跟放下来，腿的话呢，大约的给它做一个打直的动作，这块部件往下推过来，这里有一个凸跟到的一个结合，在这儿，然后翻到内侧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有个凸，就是转过来，这里。好，跟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好，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腿的话就尽量的把它给打正啊，尽量给打正，后面脚后跟要记得缩进来，这块部件推到前面来，两腿呢尽量的把它给打直打正，然后呢车头的话呢就会在脚底板出现，
为了脚底板出现，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那么到这的情况下呢，我们接下来呢要尽量的把它身体，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往下折下的一个线条，腿又往上去，那我们就尽量的呢把它给弄成一个笔直的线条。这你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腰身打正的话，必须把头部这张给放下来，这个时候它才能够顺利的往上面推上去啊。这个啊，没有含到自己了啊，还是还要往下面一点啊，各位不要想太多。OK， 然后呢腿部的话呢尽量的呢把它给打成一个直的笔直的一个状态。那具体最后的一个调整呢还是要靠这几个关节啊。首先这个部件你可以把它往下面翻下来，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把它靠进去。这里的话呢可以达到一个第一阶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调整校正，在这儿。好，基本上它已经正很多了。再来的话呢把上面的这个像是蝎子尾巴的这个啊这个刺针的部分呢给打开。然后整个部件呢往下面放下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呢啊，先把这块部件弄好了，这个翻上来，然后你还是可以左右推的。我们刚刚是在正中央，我现在把它推到侧边，然后到这结合。为什么呢？因为中间这个洞呢，我们现在要把它跟这两个小凸结合成个大凸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从这把它给放下来，对准一下，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地方呢，把它给同时的给压进去。那这个时候呢，透过这个卡扣呢，跟这个卡扣。啊，基本上呢整个一个车子的一个前部的话就会比较稳定了啊。那尽量呢还是把它给弄得笔直一点点，因为这个车身比较长啊，车身比较长，如果你要所有的轮胎呢都着地的话呢，还是需要把它推得比较紧实一点的。接下来的话呢就把后面这个部件两侧呢给转正啊，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由这个造型呢转到朝外侧。那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收纳一下这个胳膊的部分。胳膊的部分呢，你看到这个地方，这里可以藏一根胳膊，里头又可以藏一根。那轮胎一定是藏在外侧。那你记得爪子上面有一个凸在这儿，啊，就这个有凸啊，另外一侧是没有凸的。有凸的这一侧要扣到内部去啊，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洞在这里，看到吗？这里是有个洞的啊，它就是要跟这个手上的这个凸去做一个结合。所以你这个推上去的时候，它其实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外摆那时候稍微有倾斜一点点的角度的，稍微倾一点点角度的，这样折进来 ，OK， 这样子折到这个方向，把它给放进去。那凸跟凹的话，就是你就是因为镜头里头可能拍不到，各位就是凭感觉去把它给扣进去啊，尽可能呢去把它给扣到位。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应该是有扣到啊。好，然后另外一侧的话呢比较简单，另外一侧的话呢一样是胳膊转过来。然后呢把这个地方收进去，不对，是往外推出来，然后呢把它给扣进，这里有个洞，这里有两个洞啊，这有两个洞。那么呢我在看的这个说明书好像是要扣在外侧还是怎么样，转一下这个外面，那时候要转一下，好，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扣到这个洞。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给移动到中间来，然后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会完全一样，这个转到正上方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记得啊，有一个凸，这个凸的这个要转到外侧，这样子把它给收进去，然后它稍微斜一个角度进来，把它给压到这里面去，把它给扣上。好，应该是有扣上了。然后另外一侧就是这样转过来，到这边往上面举过来，然后这里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去。好，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两侧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了。到这边合并，以及这里做一个合并，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还有一个卡口，这一侧才有，另外一侧是没有的，把它给做一个结合。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两只胳膊其实是有一点斜斜的一个角度放进去的，那你可以再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里头的那个凸呢，因为它其实卡的呢非常的浅了，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可能会碰掉，那碰掉的话呢这个轮胎的一个水平度呢就会被有一个影响，那可能就会滚动性上面呢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啊。好，那我们最后的话呢这个车头的话再做个简单的调整，以及最后这个呢从盒子里头拿出来这个部件，它这里有两个这个凸，把它给扣进这里，在这个地方。这个造型还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呢整个车子的一个造型就会整个是非常的，就整个就是一个大平的一个很平的一个感觉而已，就没有像后面多了一个这个东西，感觉力量感会比较强一些些。我们来看到它的载具形态哦，六轮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工程型的一个车辆，
前方的这个轮胎的话呢，有时候会好像滑动性不是很好，而且推的时候呢有一些卡卡的一个声音呢、啊、我不知道是个案呢，还是说我自己变形没有很到位，还是怎么样。因为呢应该要扣的位置呢我都已经有扣上了，包括这个侧边两侧也扣上了，这个地方啊，这个轮子的话呢跟这个地方的结合啊也都扣上去了，不晓得是什么地方没有变好还是怎么样。那造型的话呢还行吧啊，那红色的部分呢有一些是一个有一种消光了，后面有一些则是一个原本塑胶的红色，不过问题都不大，如果愿意旧化一下看头应该会挺好的。那载具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说，就是一个很长的很大尺寸的一个分量的一个玩具。那么呢在这边的话呢我就花一点时间呢做一下这个因为待会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会开始进行啊，可能应该是下一集吧，我就会进行它的一个大合体。那我大概来说一下呢，这目前推出的这些工程金刚里头呢，我个人推荐的一个程度了，个人推荐的程度就是说可能考虑到它的一个价位啊，变形啊，车型啊，还有机器人的形态等等我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这目前的这几个工程金刚里头呢，我个人是排行榜最后一名的话呢我可能会把这一款这个怪兽的话我会放到最后一名吧首先的话是它的一个载具的一种各种状态吧，我个人觉得不是我因为空洞处啊什么的毛病是比较多，而且它变形我个人觉得不是很人性化，轮胎的一个转换啊什么的记忆点非常的弱啊，而且它体型很大但是细节呢却非常的少一整个山寨的一个感觉呢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呢加上它是 L 级，价格也不会太便宜啊。所以呢，如果以这个综合考量的话呢，我会，如果你真的只想只入一个的话，你没有打算合体，你只是想玩一只变形金刚的话呢，工程里合体里面呢，我应该会给这个家伙，我应该会给他最后一名吧，我会给他排到最后一名。那么倒数第二名的话呢，应该是这个 Long Page， 或者是这个 Long Hole 这两个呢会并排在倒数二或三名啊。那这个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载具的话实在是上方这个空洞这个手臂外露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人形还不错，但是就是这个载具啊，这一点是一定要这个要批评一下。而这个那个这个什么狂虎的话只是反过来啊，它的话呢是人形下的那个两条胳膊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可动可以讲啊，因为玩起来你会觉得就是以把玩度来讲这一款就是非常的不舒适不爽。然后这三个家伙呢会敬陪末座。那非常有趣的是呢这三个人物呢在过去都是有推出他的一个就是 Voyage 或 Deluxe 以上的玩具，所以等于是说呢这个有旧的不知道是不是有旧的模具影响了我的这个评分还是怎么样，反正这三个家伙就挺有意思，他们会排在比较后面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再接下来倒数第四啊，也是属于一个中间排名的话，我可能是给这一款很早就推出了这个小型的怪兽，而且这款现在是最难买的一个这个家伙呢还不错啊，但是就是 Deluxe 等级的话体型稍微小一点从这一款开始的话呢后面要讲的几个玩具呢基本上就是我都是属于一个优点会大于缺点的，大概应该是这一款了，它会排在大概是这个位置上面。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Overlord，它大概会排在这个位置。那前三名会是谁呢？前三名会是这个第三名的话我会给这个吊臂吊钩还是叫高塔，对，叫高塔。它的话呢是主要是它的载具呢蛮新奇，而且它真的就是新模具我都会自动60分以上起跳，你会发现这几个都是新的，这些都是属于新的模具，包括这个也是了那它的一个人形下呢非常非常的诡异很怪怪的非常的有意思，它会是我觉得这几个工程金刚里面呢我给它排名能够排到第三名的。接下来的第二名是谁呢？是这一款这个搅拌大师这个水泥车，我会给它排行榜是排到第二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车型其实挺好看，除了这个爪子之外非常好看，人形的话也够怪，变形也是比较简单有流畅到，那一整个完成度呢可以说是达到非常高了。这一款的话呢单独入前三名的话单独入呢都会觉得他们很有意思的，都会听得挺棒的了那接下来对了，这一款跟这几个叫不一样，你看这几个叫不是以前有推出过吗？第二季的时候有推出过吧，那为什么唯独他的命运跟其他三个不一样呢？因为他第二季推出的那个玩具变形真的是太难太难太难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呢
完全就是新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搅拌大师的话呢，我会给他排行榜第二名的一个位置。那第一名是谁呢？大家应该已经猜得出来了，就是这一款轮式铲车，个人呢是最推荐的啊。如果你只想入一个，这里面呢这几个你不打算合体，你就是想玩一个可以变形成工程器具的一个变形金刚的话呢，我是坚定我的立场呢，这一款这个轮式铲车呢，我会给它排行榜第一名啊。在人形啊、变形啊，还有这个载具方面各方面的综合表现的话呢，都会是这几个成员里头呢我是最为推荐的。那么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呢主要是这个中间这个 overload， 还有我心目中呢这八个工程金刚，1,2,3,4,5,6,7,8 的这八个，没错，八个组合工程金刚的一个心目中的一个综合排名。那各位呢也可以留下你的排名呢，跟我一起做一个分享你可以不认同我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都没有问题的做影片呢最重要就怎么样发出我的声音，然后吸引其他人呢发出他们的声音来跟我做一个交流这个是看下影片最开始的初衷了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